记住了，我是恶鬼。送你下地狱。丁海英，四叔，机关说他们在打听黄金的消息。这伙人极其的凶险，大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们算是被这帮老太阴死了。好玩的才刚开始。一分钟，歹徒还逍遥法外，所以我们就是掘地三尺。四十秒，也得把他们给我办了。报警。我是恶鬼。